羊土豆汤高山峰名为女人的美味料理是什么呢？哦，哪里？天哪！哇塞！这个是用手一朵一朵挤出来，像粘土一样，会入手工的。对啊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哎。你刚刚吃了什么？一吃了这个东西之后，头上突然就有法箍跟丝巾出现了。四个字可以形容：名为女人。这样很香很顺。哦。哦、oh, ，四个字，名为女人。哦、oh. ，什么样的秘密武器，居然让瓜哥可以在每个餐厅畅行无阻？人家叫小马哥，您可以叫我小瓜哥。我这个装扮，是要警告那两个，这次我们这样盛装，这么有诚意，他再不让我进去的话，哼，我有秘密武器，我拿出来吓死他。哎呦，各位。小心了！哇！哇！老板，你还是赌神啊你！哇哇哇！土豆汤居然味老先衰，连菜名都记不住，还被众人狂打。我觉得这个叫什么？双体起司烤饼。再说一次啊！你好意思问我？胜选来宾是吧？主持人干什么？当他几个名字是什么？为什么？这道菜叫什么名字？好，那我们就来看。想不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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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不出来。准备好了吗 ？Ready Go！ 今天瓜哥队的队员有胡瓜、丁国林、Jason 以及林奇威。小康队来宾则有妥中康、高山峰以及丁柔岸。欢迎收看《中午八点档》。美味食品。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区块啊，只要所有人不是台北人，然后到台北一定要来这边观光的。对，这里呢算是顶好商圈了。对。东区是台湾最繁荣的商业新都心，主要范围在复兴南路、延吉街、市民大道以及仁爱路之间，拥有包罗万象的店家。而这些琳琅满目的美味店家当中，哪些才是欧伟楼心目中最爱的美味店家 TOP 呢？就让美味十字军来告诉你吧。地方也没有夜店，为什么景集合这么多人？一定有很多好吃好玩的。西门町都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在下象棋了，现在大家都不去了，都在东区玩了。我们也来东区啦。忘记接水，别叫东区唐不悔，唐不悔，唐不悔啊，不会回的。自己讲，自己讲，哎，怎么都还没有人恭喜我们？对啊，哎，恭喜恭喜恭喜！真的太棒了！我们要献文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先讲，供大家都来了解我们的节目啊。嗯，哇，在苦难中求生存啊，可怜了。左打八点档，右踢百万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四面环敌啊！哎，还有一个节目就不提了。哎，我提太多没意思。我们节目现在已经快要到二的收视率。是的。我们要胜不骄败不馁，要努力做啊！那今天呢，来到这边要把最美好的东西介绍给全国观众朋友，好不好？我们各分两组，至于什么点呢？我们先卖个关子，赢的那一队有3万块奖金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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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，他们有林奇威，不用怕，他根本没有存在的。我上来自己看。好，来，我们各自带开了哈。好，来带给我去看这个，这个全世界最文明的东区商圈，顶好商圈 ，Let's go。美味十字军游戏规则：十字军进行分队竞赛，以东区欧伟楼最爱的美味店家 Top Ten 为寻找范围，两队必须找出这十家店家当中每一家的 Top One。60分钟之内猜对最多店家的队伍为优胜队，可获得30,000元奖金。瓜哥队这次的店家有顶级豪华招待会所、互动式餐厅等，而小康队店家则是有吃了会端端的火锅店以及新南烧肉等店家，到底谁会抢得先机？看下去就知道喽。哦，一出发我就把你们带来明耀百货后面的巷子的位置，完全因为你啊，因为柔安，你们不知道柔安很爱吃巧克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简直是我的命。那柔安又是 OL 里面的代表。哦、所以说今天我们第一站先到你最爱的巧克力店，巧克力，真的吗？你们对我太好了啊耶！你需要有各式各样的巧克力是不是？巧克力店一般都是卖各式各样的，几乎都是，对，当然都买巧克力，而且女生很爱，因为上班都每次讨论就买一点东西，是是笑当点心，他在擦嘴角，对，而且流口水。你们注意看一下这家店面有多么漂亮，真的很梦幻的一家巧克力店。哇，看看这里，然后哪里？天哪！哇塞！这个是你，对啊，因为要省成本，所以就自己开。所以你是老板娘哦。对。那你老公呢？还没结婚。还单身。不要问一些跟节目无关的，不是吃巧克力。
我就帮你问。那你还没结婚，你怎么会做这么多梦幻的东西啊？而且你还做结婚的东那个蛋糕啊？对啊，因为巧克力是很多人很喜欢吃的东西，尤其是女孩子。嗯，它其实它是甜点界里面变化万千的原物料，所以它可以有各种形式呈现。像你看到这个玫瑰花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哎，你这么有想法，请问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是处女座，处女座，哇，那这么你还是在帮我问吗？这样想，你是在帮我问吗？不是，你是狮子座，狮子座，然后接下来学习，对，学习，然后电话号码，电话号码住哪里？没住哪里？你这是该问的问题吗？好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这个比较重要，换这个来。我们不要理他，你有 Facebook 吗？喂，脏东西，你喜欢什么样男人？喜欢吃巧克力的，赶快给我一口，我一口喝下去。好，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，我们今天录影啊，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你的店啊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你的这个巧克力太多种了，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你们这边最经典的三种跟我们认识一下？哎，对，每一款都有它支持它的群众。是。那比较特别的是像这个，因为我们有帮它申请专利。哦，这是专哦。一般玫瑰花就是超模，像这个这样敲出来是硬的，嗯，颜色也可以多变化。可是就是像巧克力砖，这个是用手一朵一朵挤出来，像粘土一样会入口。手工的。哦，这个也是热门款式。これは何ですか？你有没有发现它上面有一个点滴？有。它就是你要吃蛋糕前把它，这是樱桃酒，嗯，樱桃白兰地，把它挤下去，里面的海绵体会吸海绵体，然后就会很 juicy， 你再切起来吃就会很饱满。好色啊你！哎哎哎！干什么？他讲的我血脉奔张，海绵体是要冲什么东西？白兰地太厉害，华哥，樱桃白兰地，我们可能。就在这一站，我们就录到这个节目结束了。对这样一个神奇的店，我们怎么舍得离开呢？第一站当到最后一站，帮他注射，好了，帮蛋糕打针，累气，打针，哦，灌进，白兰地就这样子被注进去了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哇，你看里面，哦，那内馅又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焦糖。这个是樱桃白兰地，然后您刚刚住进去的那个香味，闻到哦。你看这一块，不行，我一切我想全部拿走了。你吃一半，吃一点，只能吃一半。你看这一块一半给你，剩下的我跟他们。好感动，够不够义气？够。谢谢，我含着眼泪去后面坐下来吃哈。哎，对啊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茶都自己拿走了，我可以去那边坐一下。你是巧克力达人，你要先告诉大家。我要先讲一下。我好大口，你吃别的东西都没有那么大口过。闭嘴。巧克力耶，还放过他。我还遇到巧克力就疯了，我跟你讲。刚那一大口，你可以一口吃下去，念一下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又睡着了。哦。好吃哦。我的妈呀，怎么会这么好吃？我跟你讲哦，真的真的。你要吃外面那层，因为它的层感是外面那层是有点脆的，嗯，然后那个豆子，可是里面你以为很大一口吃，对不对？可是它会融到你的嘴巴里面，它各种味道在里面就整个融合在一起了。你第一口吃是还吃到一层一层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一吸它是不是就噌这样？嗯，好好吃哦。它现在在里面融化掉，而且很少东西就巧克力这种东西吃到会起鸡皮疙瘩的，有对不对？这起鸡皮疙瘩真的吓到了。你待会要干嘛？你问我还问老板娘？我问他，我想说跟他。可是是我在吃，你为什么不问我？你不问他？我想跟他。是我吃。等一下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你刚刚吃了什么？你吃了这个东西之后，头上突然就有发箍跟丝巾出现了。四个字可以形容：临危不乱。真的。当女生太幸福了，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可是它很香很顺。哦，哦，四个字，临危女人。哦，哎，奇怪，你怎么有这个东西？我不知道哎。哎，我吃完以后，我眼睛一闭，张开，我就变这样了。很奇怪啊，怎么弄？天哪，这样这东西怎么走掉啊？这样可以用你的电话了吗？小姐，你真的要试试看？有，一定要。美酒配。那我要吃哪一个呢？
好吃的。我喜欢紫色，紫色的话是。你喜欢紫色？冰淇淋蓝莓，太多了，因为甜子哦，它像冰淇淋一样，要一个一个一口一口小小的挖着吃，它有层次，非常甜。你要好好讲，你看他一边吃一边哭。他扣打用完了，够了，谢谢。这种事情以后请早点讲。我们是属于行动跟机动派的男生。哎呀，哎呦，草莓芭乐的哈，草莓加芭乐。我选那个给圆圆吃。草莓芭乐感觉很不浪漫的，刚刚突然听到这件事情，我本来还在旁边自己喝自己的酒。草莓芭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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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讲完也很后悔。我讲草莓芭乐。我什么梅子干了，乱丢脸，沾一沾。换一个，因为有很多口味可以吃。再喝香槟，香槟跟草莓就很对味。这个是榛果脆松露。安姐太幸福了，今天每一种口味都吃到了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你吃，你用什么吃的？你没有学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摆着，不要动，差很多好不好？你试试。所以它这个哦，外不皱啊，哦，它这个榛果那个松露，应该用各种语言。哦。好脆，好脆，好脆，好脆！榛果松露，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决定呢？快快，要变身了！我们要用女人的心情来加以考虑。港座会了，好 ，Girl Power 了。虽然我们吃的这三样都非常的特别，非常的美妙，但是我个人，我还是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哪里碰到这种女生？有很多。来，有。嗯，可以啊。啊！还跑走？顺便上洗手间。跑走？跑走干什么？他是讲哪一个啦？这个啊。这个啊。那你呢？这真的很难选，每一个都是我的最爱。我们就决定。好啦，决定。玫瑰花巧克力是这一家店的，它碗到底是还是不是呢？一二三，哎，中了，二位厉害，这种就是缘分，所以女生用这个没问题，好吧？今天谢谢你哦，谢谢。就这里啊，哎呦，四位，四位，男生好高大，哎，瓜哥，四位。我们这样衣冠不整，我们要穿衣服啊！你不认识我吗？你不是刚得金钟奖吗？哎，我们艺人呢？对啊，Jason呢？真的，哎，我们堂东区唐志忠。哎，我现在发现两都是得第一名的，现在是怎样啊？对啊，丁柔安姐，你在这？对啊，我丁柔安。丁柔林啊，丁柔林，真的不行吗？瓜哥，我们怎么办？不行哎，不能网开一面，看我的面子吗？对啊，不行啊。奇怪，这么身高不去打篮球，在那边干嘛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讨论一下，瓜哥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办啊？我也没想到要穿西装。是这段剪掉重录，我们换好西装再来啦。哎，有没带衣服？挂不住啊。那我们去准备衣服好了。有吗？要回去换是不是？这是人家礼貌，可能是我们失礼，也不能说因为我们叫胡瓜，人家就给我们这样。啊，我知道。哦，对，前面那边有卖那个，我们去买。好不好？确实啊，穿体面一点，各自打理啊。十分钟就到那边，十分钟，十分钟。对，天赐，加哈，一二三，加。哎，我讲错了。帅吧，我服装换的是最快的，人家叫小马哥，您可以叫我小瓜哥。哎，奇怪，他们换服装怎么这么慢啊？哎，人呢？你疯够了没？哎，是的，包大爷。
我们只是吃个饭，你有必要打扮成这样子吗？你不是说要盛装打扮吗？盛装打扮有叫你这样唱歌剧吗？没有，我找出家里就是最像样的这一套啊，这一套够隆重了吧？你像灰姑娘，你的马车停哪里啊？就是在对街不远，开走了。你还跟真的一样哎，哇！你没想到你个性真是像你啊，你穿这个就对了，这就是林七薇的个性啊。没错，我的本性。啊，启昌，你怎么换衣服还没来啊？对呀，怎么换这么久？哎。反正啊，中国自古以来五千年的传统文化，我就不信他会把我赶出去。喂，你们真是疯了是吧？怎么回事啊？我穿的都不一样，这样怎么进去啊？一个是歌剧的，这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代表。哎，你是演夜上海啊？我以为是爱河旁边的。你是夜上海。你看，还特别搭一朵花，你看。中西合并啊，总算是有穿着盛装了，中女穿的一套好嘛。我们穿好，为什么男生换衣服这么慢？对啊，好慢。节省啊，节省啊。过了一个大年头一回，哎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堂堂的楚留香，你们看出来了吗？喂，哎，今天造型有点不一样，恭喜恭喜！哇，恭喜恭喜！祝您虎年行大运啊！三新年好！哎呀，十三姨你来了，他是来大相声的吗？我要耍大头戏的。你干嘛就弄跟那个赌神一样来这里吗？我告诉你，哪有人到餐厅吃饭戴墨镜？我这个装扮，是要警告那两个，高个儿，就那两个对吧？眼睛放亮一点。对啊，摆臭脸的啦。这次我们这样盛装，这么有诚意。他再不让我进去的话，哼，我有秘密武器，我拿出来吓死他！哎呦，小马哥、小瓜哥，我看得懂吗？关小心呐！哇，还是赌神啊你！哇哇哇！哇，这技术，这个赌神都不大会弄的呢。哇，道具组大家辛苦了，花了一段时间弄好的。再不行，我就把我的东西掏出来，把他打死。好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好了，准备好了。随我进去，再挡我看看。好。来，走！今天就扮演黄飞鸿角色，谁敢挡？你要拜年了，恭喜发财！这样穿可以吧？对不对？连可以人客，我告诉你，瓜哥他有笑容的意思哎。没有没有，走，也可以进去了耶！这种俱乐部还这么多规矩。胡宗康吃不到美食的主因，居然是因为他的大脸。哦，哎，哦，他比较帅，他是。原来联想可以早点吃到东西哦。看我下一站怎么弄的。这里是非常隐秘，高档吧？看得出来，装潢是有花钱的。水晶灯，谁都不能随便进来，更不要讲进来拍了。确实，但是也不要透露出去。好，这就是私人高级的赌博俱乐部。哎呦，这是百家乐，你要压庄家还是闲家？人多势众，好，活说话了。人多势众，那闲家吗？闲子，闲家好，闲家好，聪明不用抽水，好不好？是的，百家乐开始，庄家、闲家、庄家、闲家，来，好了。哎呀，烫啊！怎么这么烫啊？你有神经病啊？怎么会烫？你摸摸看，摸看哪里烫？哇，真的是烫的！我呢？烫啊！真的烫的吗？对啊。我看看这里烫不烫。哎呀，都冒烟了呢！这还说不烫？这肯定是什么高级俱乐部？对呀。对不起，我误会，这不是赌博俱乐部，这是私人高档的铁板烧。哎，到底有什么好吃的？老板。麻烦帮我牌拿起来哦，很烫哦。哇，老板这么年轻啊，你这样不烫？会啊。你手曾经烫过吗？还好哎。哦，您是老板吗？不是。来，是服务专员。服务专员。服务专员都穿什么料哎？对啊，而且那么漂亮，哇！太过分，这太超过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里到底哪里高档，这么隐秘？像我们的餐盘啊，用的都是德国 BB 的餐盘。然后还有阿玛尼卡萨的餐盘，哎呦，连餐具都是。然后像这个水晶灯的话，是用木椅和蓝木椅。哦，那水晶灯为什么这样照着的？是名牌，怕烟油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是怕烟油。然后还有这个，啊，这个的话是埃及的水晶莲，大概要价20000。哦，真的是挺高档的，装潢不多。那你的制服是？不是熊那样的，还有别针。
为什么穿在你身上就不像雪莉？啊，有看到的双叉啊，别针也是，这不是山寨版的吧？不是，是真的。哎呦，好了，我这个都介绍完了，那我们应该来试试看他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得钱，好吧？来来来，那师傅要为您介绍的是这个，这个是日本北海道的黄金大干贝，真的很大哎。现在干贝啊，哪里来都说北海道，到底是不是山寨版的也不知道。这个我们试了就知道，真的假的？您做多久？您做多久了？这个？十来年，十来年。真的，你这个画面真的没有说服力了。就像有的人很迷信那个老的医生，有没有？其实也不见得，到最后搞不好。哎，年轻医师手术更好。来，不过厨师没戴个高帽子，我就觉得怪哎。对，师傅的白发很艺术啊。哇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那我们干贝上面的话呢，师傅会用法国进口的鲱鱼卵。哎呦。他是有功力给你看啊。那鲱鱼卵上面呢，师傅会放日本食用金箔。哇！这只有在电视上面看得到哎，观众朋友。对，而且师傅很大方，放一大坨。对。啊，有，这是因为我们在拍才放大坨，平常看有没有那么大坨。这个叫这道叫什么菜？黄金干贝。黄金鱼子酱干贝。哦，鱼子酱干贝，看起来好像生果一样，有没有？是是是。可是干贝上面都没有做任何调味，因为鱼子酱本身它就带有咸度。我们先把，我们先吃牛蒡好了。对对对，我们不能一个人吃完嘛，一人一根，来，一人一根牛蒡。来来来来来，先生吃了牛蒡就知道今天晚上要好好努力的哦，这男人的味道。有一个暗喻的，日本太太有暗喻的，陪伴哦，真的不错，口感不错。你有加糖吗？有点甜甜，哦，有一个感觉，很甜，有甜的味道，但是不会太甜，但是很脆，它不会糊糊啊。哎呦，很暧昧，好的很，怎么样？鲜脆哦，对对不对？但是它有甜味，对，嗯，哎，真的有，好甜的感觉。你好那个，它的是什么唇膏啊？对，草莓口味的。有，你根本是西门庆嘛，你还演楚留香的，我双子座。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，快点，这个要切四份的，我的最爱。哎呀，瓜哥，你堂堂赌神，你哎，哇，好幸福哦，瓜哥为你。它保留了海鲜的原味，原汁原味。哎呦，都是非常公平的分四份啊。来第二份，哎呦，宝哥你自己来嘛，没关系。那第二份呢？第二份小小的嘴巴，真的好吃哎，真的好吃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哦，好鲜嫩哦。真的吗？有那么鲜的吗？干贝的原味都在里面，因为它有加很多的，它根本没有加调味料，没有，完全没有鱼子酱在上面，所以很鲜。我是很公平的，第三份吗？嗯，很新鲜。这是公平第三份，最大份的给唐志忠，你看。哎呀，瓜哥你好疼我，我可以直接吃了吗？哎呦，怎么样？好新鲜哦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嗯嗯，北海道的，好吃好吃。好了，我都很公平的，这份我的啦。哎，我们都没有配上那个黑黑那个叫什么来的鱼子酱，还有金箔。瓜哥，我乡下来，我搞不懂啊，我想尝尝看那黑黑的。他不给我调味，你也不给我调味。听说那个鱼子酱有味道的吗？哦。应该鱼子酱是从埃及来的还是？法国来的。法国来的。感觉很高贵，很棒。哇，来来来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他那个鱼子酱啊。哎，哇！原来是给你吧。原来丽君姐说你舔牌子的功夫很厉害，名不虚传。对，这不能浪费的。拿一个透明的来，我表演给你看。嗯，这个干贝啊，真的鲜美。真是。鱼子酱呢，是提升它的一点咸度。本来它没有咸度，但加上去的刚刚好，也不会太咸。不错哦，这道菜非常不错。嗯。啊，这接下来是做的是。是全世界最特别的劳斯莱斯。什么？猪肋排。这个还比我们的牛肉还要贵。你刚刚讲这个比牛肉贵，是因为是大家不太敢现在吃牛肉，你就把猪肉抬哄抬价钱了。对呀，乱涨价。这一斤多少钱？一公斤要两万一。下面两万一，一公斤两万一，哎，比金块还要贵。太贵了，真的。大学生现在毕业一个月赚差不多两万一。师傅这样都多赚啊？至少也一万多，是不是？800多公克。不到，有没有一斤？还不到一斤。800多公克大概多少钱？两万一斤的吗？一万九，一万多哈！哎呀，这一块一万多哎，观众朋友，它是哪里来的牛？对，哪里来的猪？对啊，贵在哪里？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。安达卢西亚，安达卢西亚，哇，这么贵的，哇，好好听，西班牙的19000，就是这样的口感吗？这样几分？就是这样的口感，
六七分，刚刚。哎呀，我第一次听这个猪肉可以吃六七分。啊，一定要吃全熟，不然会失去它的口感，还有油脂在口中融化的感觉，就没有那么嫩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快2万块，超贵。一口要多少钱？2-3千吗？80公克是多少钱？哎呦，900块，1900，一千九。我跟你讲，1900，完全没有我们吃那个猪肉那种涩涩的，或是不会讲哎。你这样切一块，你会不会吃东西啊？切一块，这个一定是整块的，你会不会吃啊？放嘴里的，这个蒜男生比较好卖啊。哎呦，夹着他的蒜，哇，看这个表情，我真的觉得花哥看起来很满足哎。嗯，好像在享受人间极品的感觉。好棒啊！它的周遭啊，很熟，中间很软，但是没有猪肉的一个味道。而且入口即化，里面那种甜味都出来了。嗯，这师傅手艺真的不错了。不错，所以不能看他年龄呢。真的，采用单面煎的方式，让肉质比较不会流失。单面煎哦，哎呦，这接下来就是哦有松软上去了，对不对？这是牛肝菌。哎呀，那牛肝菌，哎呦，哎呦。那牛肝菌是一种菌吗？对，它是三大名菇之一，跟松菇一样。哦，对，在法国是非常珍贵的。哎，你们有没有闻到那个牛肉香味都已经出来了？耶！好，哇，鹅肝呢？哦，得了。谢谢，用水晶杯耶。怎么样？嗯。那个鹅肝出来的那个感觉 ，rich 度非常的够，哎，是很好的鹅肝。牛肝菌。嗯，牛肝菌，它的那个菇类的感觉，味道是不是有点很奇特？牛肝菌放太多了，牛肝菌放多，盖过牛肉的味道，盖过牛肉的味道，你吃不到牛肉的味道。哦，但是牛肉的味道会在后面的余味，散发出来。After taste， 我们现在投票了啦，因为我们要吃出哪一个是卖的最好的嘛，卖的最好，我觉得应该都卖得很好。可是我师傅的价钱有不同吗？哪一个最贵？你就告诉我哪个最贵。当然是我们刚刚吃的猪肉。猪肉最贵，你答案呼之欲出了。其实最贵的搞不好是最受欢迎。因为我告诉为什么最受欢迎，因为现在很多人不吃牛。没错，本来就很多人不吃牛啊，这个答案太简单，不可能干贝嘛。对，而且来到这边一定会试说他们最贵的料理是什么，很多别的地方吃不到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么高级的招待所。赞成干贝的请举手。干贝也很赞啊。干贝我相信应该没有举手，对。赞成猪肉请举手。我觉得是猪肉哦。还有2票，我不晓得，我很挣扎。赞成牛肉的请举手。好啦，我就牛。那2-2怎么呢？剪刀石头布。我们赢了。牛肉输。猪肉。好啦，猪肉。我觉得猪肉，猪肉是卖最好的，因为现在很多人不吃牛，而且又担心。来，恭喜耶耶！接下来带你们去这个地方，哎，怎么样？女人的最爱，哦，这个地方吃的吃，我们吃这个东西之后呢，嗯，像我们这种大脸就变小脸，哟，对，而且女孩子，嗯，皮肤会变得很漂亮，而且身材会变得很好。哎呦，你讲的哦，你太需要，等一下，因为吃完以后我是谁呀？吃完以后会变很端一端一端一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谢谢花哥。不是说我在跟你敌对，我就没有对不对？为你想，还是要照顾。我们还是有照顾尤安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谢谢。那等下你们要不要跟我抢？到了，这一家看到没有？等一下吃什么？吃出水样美美肌肤。哦，我太需要，我太想要了。美容新滋味。它主要是最多什么呢？女人最需要什么？其实我们男人也需要。其他的卖什么啦？胶原蛋白，厉害。嗯，我们要吃进去的胶原蛋白。尤安。加油！哎，等一下，有人脸在这里啊！多吃一点，看这里。哎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看老板娘，有，皮肤今年120岁。喂，这么厉害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妖怪，120岁，胶原蛋白太厉害，乱讲话。是很厉害，老板娘厉害。哇！哇塞，你太有说服力了，你太有说服力，好厉害，看得好羡慕哦。前途吃完就可以，每个都变老板娘出来了，好不好？走，走。苦中康不但记忆力退化，还惨遭高山峰毒手。我觉得这个叫什么？双体起司烤饼。再说一次啊！你好意思问我？算起来宾是吧？主持人干什么？是什么？为什么？这道菜叫什么名字？
好，那我们就来。想不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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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不出来。就这个就是乖乖，就这个啊，对。好想直接把它装到胸部里面。你怎么那么想的一样？它除了冻软之外，它还结实。对，这用手摸起来一定是舒适。触感吗？不要放错地方，不要放错地方。真的哦，你看这布好特别哦，很特别。这边是烤的。对。哇，那这是整块胶原冻放下去，不是这一人一锅吗？一人一锅。哦，你吃得完也可以一人一锅。通常这种一般常识来讲。谁会一人一锅？起码两三个人一锅，好不好？哎，那刚好是我们今天的人数。对呀，刚刚好。对，我想把它半锅喝掉，光喝那汤就够了。哦，肉也来了，香草猪。哦，牛小排。对，当初你，我想请问的，女生就乖乖的啊。对呀。男生就帅帅。他在讲的是我，他不是在讲你啊。你可以留着，你可以留着。那一季是什么意思？我刚才意思是，老板娘，你说帅哥是哪生？完了完了，我赞同啊，好帅啊，乱帅，帅死了。是啊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对你不是大脸变小脸的？谁？你敢打老板吗？谁大脸？你敢这个用在老板身上吗？谁大脸？你干嘛一直打他啊？你需要问这么多次吗？他大脸只有一个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完全不放任何的油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哇哇，他就是铸铁锅，像那种铁板烧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放下去这样。还快，你看，你看，它的油脂已经开始往旁边排进去了，看到没有？你就吃不到油脂，可以吃到牛肉的美味。对，哇，这不亏，我就喜欢你。我喜欢你，你看，因为学的这样子，他可以来这边当店长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来当店长吗？啊，哦，来，哦，他比我帅，他是哪？哟，原来脸小可以早点吃到东西哦。录影是一时的啦，朋友是一世的。好了好了，赶快扶你一下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自立自强。我们自好了。的香草猪，感觉我跟康哥的距离越来越远了。我觉得我以为老板娘会从这头开始轮了耶。我的世界好像比较幸福一点。谢谢大家。啊，谢姐，看我们下一站怎么弄。我们要把握当下啊！把握当下。哦。哇，怎样？你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你不能觉得好吃，你的口感要讲出来啊！讲出来啊！没有，因为这个牛肉、猪肉的这个在口感上的差异，大家都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。那你以为呢？这个猪肉呢，它可能会稍微油一点或腻一点，但是呢？它虽然烤到全熟透了，你还是可以吃到它这个猪肉的韧度、嫩度。你在讲什么东西？对你来讲啊，对你来讲，待会只是火上跟土上的差别。对。姐，大力欺负我啦！你快要拉的。我大脸，我先喝了啊！虽然这个脸大脸比较需要胶原蛋白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先喝喝看啊！来，你说口感，口感，口感，大家都有，哎呀，帮你们盛了，不用这样子吧？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，一口气，会死掉了，不要了，就正常的时候。看，这个汤的口感非常浓郁，哦，我喝下去好像从嘴。口腔一直到喉咙，一直到那个食道啊，哦，我觉得完全被一种那种那个胶原蛋白那些这样整个包覆着一样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这两个都好理解。这叫小虾比鸡腿。哎，我第一次很奇怪，我们也要用看画面，对，隔了好像我们在荧幕外面就对了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我们也都是用看画面。虾头我要是没有拿小心，它虾子就流到我手上。哎呦。我现在就在看电视啊！哇，你还有哇那么大的一块布可以擦手哎！谢谢姐，不是用谢谢姐，你现在可以要点资讯，那我们可以三选一。哦哦哦哦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就靠你了，包在我身上。是是是，快点高山鸭，快点！哪个鸭？给我讲清楚，是不是压力的压？压力的压，抵抗得了压力，高山鸭。OK，高山鸭。OK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？可以啊，可是人家跟我猜台湾鸡。赏啊！赏哦！输了要化脸。
啊，我们做节目怎么可以这样做？我们要先试试看能不能画。哦，可以哦。那颜色看得到吗？哦，画上去 ，OK。姐外宾的。啊，就素颜。哎呀，刚刚红色画不再上去，就看不清楚。啊，这好一点，好一点。OK， 好好，可以可以开始玩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是，哎，是输了要画国剧脸谱是不是？我不相信，再来一次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这个佳作。哎，你这么会画图啊？你原来这么上面画个？你到底画了什么东西？罗安姐说佳作，到底是什么？而且她画的好好，好传神。哦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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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我跟大姐这样一直花钱，都虽然输了，可是请她还是告诉我们一个提示。对啦，是你放心，你帅气还在、啊。我跟你讲哈、啊，一般女性怕什么？怕肥、怕油、怕老、怕胖、怕丑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怕油啊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也知道了。刚刚有一个唯一不油的，就是有机香草猪肉。有机香草猪肉，可是海鲜也没油啊。可是海鲜也没油啊。牛肉真的太油。对，这样吧，老板娘，来，我们三个菜。你帮我们提示，就是帮我们先，帮我们剔除一道，对，好不好？三道中剔除一道，剩二选一给我们选啦。对，剔掉一个海鲜。哎、欸，啊，剔掉海鲜，那不就只剩牛跟猪、啊？牛跟牛小排跟那个有机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是觉得猪跟海鲜哎、欸。现在是牛跟海鲜，那起码是猪。那对，那绝对是猪了，那没话讲。有机香草猪。哦，我也投香草猪一票，三票，好，全数通过。好啦，到底它不管是什么呢？哎。来，你说是什么嘞？我吃有机猪，确定吗？我确定了呢。确定吗？这个好。帅哥你嘞？好、哦，是我叫我啊。不是我的决定就是。你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你从刚刚进来到现在都不重要，刚刚那位出口的是短名的，答案是什么？对，但是他现在问我，他是说帅哥，就算你被你换成这样，是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也跟短名的一样，揭晓答案喽。帅哥很厉害。嗯。哎呦。对，答案是。那你就留在那边洗碗哈。来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好，我们去下一台。你们两个也猜，你们两个也猜。没关系，你们两个留着。来，东西再见。为什么他们两个猜错了，他们就可以走，然后留在这边洗碗？为什么？台北无奇不有，有的面包一颗卖600，你看过吗？600块是干嘛？可以强身吗？对呀、啊，不是真的，整个包金箔吗？对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有，它是强调它的酵母菌种是好。哦，我知道它什么。里面包面包哎，里面包进口面团之类的。是，今天我带的这一家，它绝对不会600块那么贵。但是他的面包真的台北说是前三名的了。那这一家我们要介绍。好爱呀、啊，压力好。哇，谁推我？现在谁推我？什么？谁推我？刚刚谁推我？会上东西，我去找他麻烦，跑哪去了？会上东西。哇，耶耶，好棒！这个一定新鲜的吗？大哥，我看到好适合你哦。这个也很棒的呀。对啊，这看起来就干嘛适合我？什么？手枪？手枪的。哇！不是啊，走路的时候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打篮球，快点，打篮球，打篮球，大哥。好，这是人家吃的东西拿来玩，客人都被我们吓到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哎，这骰子，53，哎，还有骰子面包，哎，坐，来来来，请，特别来打扰你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来来，还有，声音，好开心哦，因为小春常来，你很少来这边，啊，没有，比较忙，还有我们第一名的苹果派，看起来，哎呦，留下来的，啊，这是每天限量，我跟你讲，它卖多快啊。因为是好朋友，四个谢谢。没有四个了，有四个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只剩下这一块啊。那我先围一弯。对。你们听清楚，人家是给我的，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所以是甜点。为了您的健康，华哥，我难得上你节目，帮你试有没有毒辣，对不对？对，甜的你们看看这一块有没有烤好。你们吃甜的不好，这是。不会，我最爱吃甜的。等一下，华哥，注意养生。别偷水了，我的。等一下，今天我们不是猜这个，这是老板娘跟我私交很好，知道我来留的这个，不然下午早就卖光了。其他艺人都不是人了嘛，哎呀，就来这里。公平起见，好不好？公平起见，我们来。大家靠运气，来，你有骰子面包给我一下，我们三个一起丢，看比谁的点数大，对，好不好？才可以吃，然后那个就独得嘛。3-3-5，它就是5点。你先来，女士优先。瓜哥林奇威吃个面包也能互飙演技，我看他有没有练啊？
有吗？我觉得好清爽，而且它的番茄。对，那你为什么要先演呢？刚刚，大家每次他就。我想记者吃的就是要真实，因为观众看了可能会来这家店。你放心，我不是说这里不好吃，我是说他的表情太夸张，观众会误解。嗯。哎呦！哎呦！林奇威的特殊技能居然是吃玻璃。这真的可以吃的。我们这个店里的特色是我们都吃。你拿玻璃吃。有种吃大块，他咬玻璃耶！我的那个特殊技能原来是吃玻璃。你应该报名的什么夜总会啊？哎呦，哎，那把这块咬一下，我这块确实啊，这块咬，这不要咬，这用头撞破它就好。我们三个一起丢，看比谁的点数大。对，好不好？谁可以吃？然后那个就独得嘛。三三五，它就是五点。你先来，你是优先，你是优先。来。好，一点，一二三最小，没有一点，没有是三呢，哦是三，三三一点呢，对啊，你很难尝到这个美味，老板他不能吃，他最小的最小，不能放啊，哎，还有四点，有，华哥，四十二，两点，比他大，好比他大，四五六，还六，哎，每个人都可以吃，来，可以啊，请大家吃，哇，女生最爱的。店里卖最好的苹果派，哇，可不可以来杯咖啡啊？对，哇，搭配的牛奶咖啡，连派比一起，华哥，这么好吃哦！哇，真的好吃哦！嗯，那个里面整个就是滑嫩，然后是湿的。我是说大家好，真好吃啊！我是热色鱼啊。嗯，这也可以吃吗？可以吃。啊，来来，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没关系啊。来，我们请老板娘吃好了。这怎么吃啊？这是第一名，你一定要吃吃看。哎呦，里面夹的是什么？巧克力。哎呦，里面有巧克力啊！巧克力，不要跟我讲。好，还有那个是奶酥，这个是。还有啊，那边还有啊。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是巧克力，对不对？巧克力。这是抹茶。抹茶，对，里面还有玛奇跟红豆。哎，我们这样吃饱了，我们不是来比，我们是来猜你们家店哪一样是卖的最好的。这个是我们这家店非常有名的蘸酱套餐。就是罗勒松子酱，然后这个是羊腱，纽西兰进口羊腿的腱子，小绵羊。来，你先来。第一口吃原味。来，来，大家吃个原味，感觉一下。人家说烤的最成功的面包，对，就是咬下去要有那个滋滋滋，然后里面是软软的，内软，而且有非常的好，外酥内软，完全。那你应该吃那么多，我们吃什么？哎呀，真怎么会吃这个面包？好像不适合戴这个帽子。哇，联系啊，上一段，我等一下换啊。我们现在要用心品尝，在小羊，现在在小羊店吗？就是羊腱罗勒，先蘸这个还是这个都可以，对，都可以。先蘸罗勒，罗勒比较没有酱会不会太多？没有，不会，这是 extra 的橄榄油。哦，好香 ！Extra virgin， 对，哦，那松子把它烤好之后切碎，整个嘴巴都是清香哎，好像到了蔚蓝海岸。那这个要怎么沾呢？这个也是可以摆在面包上，酱可以吗？对，可以。然后放一小块肉，口气化哦，这个羊腱，因为它是小羔羊。Oh my god！ 吃得出来哈，真的，难怪大家都推荐这家店。我们再来上第二道，那对了，好，也很有名，德式香肠小牛拖鞋夹馅包，啊，这么长的名字，面包是拖鞋面包，为什么拖鞋？因为拖鞋这样穿进，拖鞋这样穿进去嘛，它不是，华哥，因为吃这个一定要先拖鞋，我的鞋我可以吃吗？把老板娘，鞋子放桌上，先教坏小孩，就是它的原样，啊，蟑螂来了，哇，那这里面有香肠，香肠小牛酱。而且它不会腻，不会油腻的那种感觉，清爽哦。这个面包没有任何油，我很爱吃它的面包是，它们外面这个壳很硬，里面很棒很软。哦，这香肠吃起来是 Q 的，对，香肠很棒。对，香肠很棒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你会不会噎死啊？生活，你会噎死啊？不会噎死，说话不辛苦。就整个搭在一起，味道很清爽，而且那个香肠的味道又有提升出来。刚刚的罗勒松子酱跟这个小牛酱是在冷酱的冰里面，然后两个香肠上下。现在第三道了，让观众看看他们期待。他们先哎，我们刚刚吃的是蘸酱，然后又夹馅，这个是面包装，好可爱哦。小盖子吗？这朋友都很可爱。哎呦！
这个是挖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挖出来的，哦，也不浪费，不要浪费，对的。做的好漂亮、哦。这个颜色好像刚刚是小羊腱吗？不是，这是田螺，因为田螺螺的手指跟羊腱，现在我是田螺跟。那这个是什么？牛肚。牛肚啊！你这两个路要先吃哪一个？我会建议先吃这个。哇，真的是有点像在纽约的背景感觉。哎呦，酸酸的，有恋爱的感觉、哦、真的吗？我看看有没有恋爱。有吗？我觉得好清爽，而且它的番茄不是那种酸哦。对，那你为什么要先演呢、啊？刚刚你就不能吃完再讲吗？你为什么要先演？就一吃为什么？我不太懂。一吃就有感觉了，就是它那番茄是不酸的，我们经常吃，整个香味融在里面。大家每次他就。我想这家吃的就是要真实，因为观众看了可能会来这家店，可能他不会来，真的好吃来了吃完不是我们所讲的，完蛋，我们被骂死，欺骗观众也害了观众。光哥你试试看，对，光哥试试看，牛肚啊，那个牛肚是弹牙的，是不会太软，你放心，我不是说这里不好吃，我是说他的表情太夸张，观众会误解。哎呦这个就是看起来真实很正点，没有看你吃来真的是好吃，哎，真的很正点，哇哦，浓酸，对不对，有牛腩对牛腩早上那里有番茄啊的味道，酸酸的，好吃。哎呦，乖，所以我的孩子，我每天来这边不是你，你觉得？结果最夸张的在旁边。以我跟他的交情，你放心啊。是我干妈吗？不是，他会自动去叫一个其他两个就要泡我们。真的，老板娘是这样子吗？可是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哦。我们要做个小小的测试，啥测试？还要考试哦。对，会不会很难啊？做面包的时候，师傅的基本功就是要打那个蛋白。哦。哦，你们要试试看。哎，那手打蛋白打多难玩？你们可以接力啊，那我们要打到跟这样子的一个样品啊。来，你跟他一起比赛。好，你是专业，我们不是专业，但总要让一点嘛。对，让我十秒。好，让你十秒，谁能先提前谁就赢哦。打蛋是？你认为十秒够吗？绝对不需要，我觉得平起平坐。没，我就十秒来一杯，一杯计时，一杯你先准备先打，一杯开始，你先打。十，你不用动，不用动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你开始。哇！呀！哎，他输掉了。好厉害！好快，别急。是那种闪光吗？快完成了，快完成了。你是男生吗？你要回答问题啊。对，上一个女朋友是什么装扮的？我是女生。哦，你是女生啊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她女生啊。有交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是女生啊？为什么？你还跟女生比赛，还输人家？哇！哎，快完了，快完了。哇！你女孩子这样可以咬，好了吗？还没。哎，双手哎。换手。酸了对。喂。哎，已经打出来了，快好了。这不太好。还没打。太好了。不玩了，好酸了手。好啊，哎，几位也会啊，几位也会啊，你，我看，累不累？哦，我脸都红了。看不出你有没有彪悍呢？平常看你不讲话，这样算合格吗？老师，合格了，你算合格了耶，还不错。那您把我们删掉哪一个？我就删掉第二个。That's right， 第二个好，它很好吃。不是本店卖第一名的，我原本选那个耶。接下来就我们的事情了。是的，我们来开会一下，来研究一下，就这两个了嘛。对，这两个难哎，这个酱很特别，这个啦，这酱好吃，但是特色肯定第一，特色。赞成一号的请举手。哦，我想选一号哎，就是女孩子一组。赞成三号的请举手。又来2-2了，2-2，真的以后不要有四个人，三个人就好了。对呀，一下就分出胜负了。这是唐志忠要跟你猜拳，刚刚是我跟谁猜的？我们俩猜的，这是你们自己决定，赢了自己决定。黑白切好了，黑白切，两人配。哎呀，所以最后一次通过是这个三号是本店卖第一名耶。好，我们决定了，好来揭晓，老板娘你来揭晓。杨姐是这个。我们总有对的时候嘛。谢谢老板娘，谢谢老板娘。杨建罗勒，杨建罗勒蘸酱餐，好吃哦。
首先，我们现在要请教一下咪咪眼，老板呢？九把刀，眼皮好笑哎，你老板。九把刀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这边料理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？叫中南美洲。所以说，讲到这个时候呢，嗯，一般老板都会拿出菜单给我们看一下。对，咪咪眼，你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吗？可以。哎呦，他直接从别人个人手中抢，后面等下我们被毙。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要请你帮我们推荐三道你认为最棒的菜，然后我们再从中间来选，好不好？那其实我跟你讲，这样一看上去，我知道有一道一定有。什么东西？红酒炖牛肉。对，我真的有。你看一下这菜单，红酒炖牛肉写这么大，写的这么大，对不对？就表示是一个特色菜。那另外两道菜，你推荐的是？另外一个是桑提起司烤饼，也有，因为一样写很大。好，那还有一道是？还有一道是女生蛮爱吃的鸡肉沙拉。哇，都是。豪迈的鸡肉沙拉，哇塞！对，就是红酒的时候，这会不会太大一碗？我就喜欢中南美洲人。它的牛肉是一大块，不是碎牛肉哦，各位看到没有？哦，好吃哦。嗯。哦。哦哟。哎。哦。哦，它味道真好。嗯。好浓郁的味道。哦，正确的吃法就是刚哥这样子啦。嗯。它那个红酒香还持续存在，但酒精当然已经挥发掉。它的红酒香再配上那牛肉的香味，整个哇，南美洲的感觉来了，好吃哦！它这个炖牛肉，它味道跟我们一般吃到的红酒炖牛肉不太一样。哦，它有不一样味道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非常有特色。对对。接下来沙拉，沙拉，因为罗安姐之前去中南美洲度假，她说当地的沙拉就是非常的好买，就是这么大盒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一般人如果说没有跟那个主食界大哥在一起，是不可能去南美洲度假的。啊，不是啊，想不到该去哪里度假，中南美洲不见得是我们第一选择。对，牛肉也是一大块一大份，然后中午白天开始喝红酒这样子配，红肉配红酒这样，很过瘾。你这个沙拉酱其实很好吃，再配上这个鸡肉，整个感觉非常的让人意犹未尽，就吃了还想再吃。今天这三道菜需要提示吗？好喝。要啦。毕竟中南美洲的，我们不太懂。我们不知道台湾的 OL 喜欢哪一种口味啊？猜测不出来。毕竟中南美我们比较陌生，这样好不好？你用眼神告诉我说，我对，不行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挑了一个你最弱的，找不到他的眼神，那很麻烦啊。我摆下去，对的话就不对，好不好？预备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受点控制。你眼神很弱，你连声音表情都弱。好不好？预备，好不好？等下 ，M 是对还不对？刚刚是你自己出题目的。大家有必须跟你们说对不起，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。好，这样好了，我们正式重新讲一下。如果说我们现在删除法嘛，对，如果我拿的是可以删除的，你就可以删掉了。如果不行就删除它。删除红酒炖牛肉，桑提起司烤饼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讲一下理由，刚哥。我觉得这个叫什么？桑提起司烤饼，你再说一次啊！你好意思问我？胜选来宾是吧？主持人干什么？桑提起司烤饼，我个人认为非常特别。而且第二个，它的面皮很特别。对。第三，它牛肉很鲜嫩。它牛肉不是那种老肉，它是很鲜嫩的肉。鲜嫩牛肉。而且它的酱料来讲，我觉得女孩子会特别喜欢。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它。准备揭晓答案喽！一、二、三，答对了，智慧。旁边的小唐就是这边啦。什么东西？熟得很呢，你熟有没有？你熟有什么用？女孩子东西吧，你真的快没有工作了。怎么了，高哥？吃东西也演得这么硬。对，你知道我们节目是介绍什么？
就介绍那个收五八点档好吃的美食啊，美食东西君。对，你介绍这个玻璃装饰品，我就在你这家店根本不可能。走走走走走走，这边好有蹊跷，等一下。你嬉笑什么？这真的可以吃的。我们这店里的特色是我们都吃。你拿玻璃吃。对，我们都吃玻璃。对，关哥，你不要以为我带你来装潢店，就买一些小饰品啊。你看，用照片为证，你看，这是做玻璃的嘛？根本就是啊，还有猫铁钉的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走吧。关哥，这玻璃真的可以吃啊，真的可以吃，真的可以吃。你是吃玻璃？太贵了，把你的玻璃弄破了，小心手。赔钱，你等一下，你现在是报复我是不是？你上次巧克力怕不怕吃啊？怕不怕吃？我上次巧克力吃，你把鞋子当巧克力吃，你现在报仇我？有种是大怪，他咬玻璃，那块应该是假，这一块应该是。你应该去报名那个。我的那个特殊技能原来是吃玻璃。你应该报名的什么夜总会啊？算是。哎呦，你在吃玻璃，很厉害。哎呦。哎，那把这块咬一下，这块确实啊，这块咬，这不要咬，这用头撞破它就好。对，你要不要咬一下？你干嘛吃玻璃？你吃吃看嘛，这真的是糖果啊！你不要陷害我的。真的可以吃，真的可以吃，两个吃玻璃达人，真的可以吃。哎呦，你们可以上夜总会表演了吗？哎呦，你们。阿哥，你要不要吃看看？请问你吃玻璃几年了？吃了大概半年多，半年多了，是当初胃肠不好才吃玻璃吗？不是，那你这块吃一下好不好？那我就不敢尝试了。哎呦，对啊，我吃玻璃啊，他教我的。我本来给你一锅，但我发现这可以吃哎，阿哥，哎，嗯，这真的可以吃啊？哇，怎么那么黏呢？对啊，因为它。哎呦！哎，有没有？哦，原来那坐机吃玻璃都骗人，真的。现在终于知道了，嗯，真的可以吃吧？那骗你啊！哎，可是你做的像小朋友，怎么舍得吃呢？哎呦，你这么大了？对啊，我们还有更大的。那我请问一下，我的朋友很喜欢收集大便的模型，你可以，他可以要求你做大便的模型吗？对不对？可以啊，等一下你可以做你想要的。那你知道我们什么节目吗？我知道啊。什么？你不要乱讲。周五八点档。你看，还。算了算了，我们不要介绍，这么没诚意，眼神有飘了，没有没有做，绝对是有诚意的，有诚意吗？哎，还说他没有做大便，这就跟大便有关。周五八点档，够诚意了吧？我介绍店一定是有诚意的嘛？这巧克力是不是真有你的？糖果现场可以做嘛？对不对？我们去看看，来，走走走，宝路。像周五八点打这个是写进来的，我们今天给齐威一个生日，这家店里带的嘛，我们送你一块这个，你要写什么字？等一下你就知道啊。所以你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像做年度一样，把你要的东西给弄好，然后贴上去这边。这样子哦。对。现在很多人的巧克力工厂也是做这些东西，嗯，里面顺便放他的照片或干嘛哦。现在都是在比创意啊，对，因为卖吃的真的很多。T 应该是要小写哦，好快就硬掉了耶。对，所以速度。所以你知道他们很忙，每天都跟糖在奋战呢、啊。那糖你是要拿出来不对不热怎么干？就硬嘛，马上就马上硬掉，要硬掉，你不一直弄它会硬掉。你的那个 M 弄的真的是啊，烂透了，非常的非常的有艺术感。对啊，开玩笑，艺术。然后我想让它有一点翘起来。好，那就让它翘起来。哒哒。你这是他们做出来的，所以说这个糖果随便你创意，送给女朋友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很好看。你今天要给我们看的这个是？我要介绍我们店里，我们将近有40种口味，然后这么多。对，然后我要请你们帮我们试吃。我们这个都是用手工，对，哇，手工塑形的，哇，自己写的耶，这完全是符合我们中式，捏进去，符合我们中式的需求，旺旺哈。对，那要摆一个这样，旺旺。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介绍三种第一名的，就前三名猜哪一个是第一名。对，你已经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糖？那个是巧克力，里面有包比利时的黑巧克力，一人一颗嘞，一人一颗。喂，你就干嘛？吃一个是这个。哇，西门庆先生，请你站旁边。回来了，这可以咬吗？可以咬。外面是酸酸甜甜的，像草莓。咬下去，它有巧克力，它会慢慢。
里面就是有点那个原味的黑巧克力的感觉，是用巧克力砖。哎呦，外面像橘子啊，外面是桑葚。桑葚甜甜哦，有点蔓越莓那种，对，有有味道出来了，是酸甜，然后加巧克力的一点点苦味，好特别的味道，特别的味道。那第二种这个是啊，这个是煮火锅用的那个嘛，对吧？不是，你注意看中间是什么？你注意看中间是什么？鱼板，旺啊旺啊，我知道，洗，它就是洗哦，对，刚刚是忘记洗，看到，稀疏了，稀疏了，对啊，所以瓜哥那个。喂，这一款糖在台湾卖的非常好，哈密瓜、苹果，嗯，不是苹果，苹果吗？苹果西达口味，哎，我也觉得是哈密瓜，是苹果啊，苹果，苹果，吃到后来是苹果，有那么酸吗，瓜哥？不是，对我来讲，酸的程度是不一样。嗯，那这是第三个，这个是薄荷，不是黑加仑，对，黑加仑，里面是用什么做？黑加仑，对 ，black currant 啊。那味道说不上来。哦，哎，很多人很喜欢吃那个黑加仑水果软，他们就会选这个。对，就会喜欢这个。啊，这三个要猜谁是第一名啊？哎，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权利嘛。对。你应该啊，自动删掉一个，两个让我们猜，好不好？对呀，帮我们删掉一个。是没有问题呀，可是你要先过我们的关卡。啊，有关卡。过了关卡，我就马上帮你删掉。你是哪里学来这些坏习惯的？是从隔壁面包店吗？很少看节目。这不是你们节目的传统吗？传统，他那里传统才播一年多，传统什么？还有，瓜哥他是我们忠实观众，他有看节目。所以你现在可以帮我们去掉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怎么去？你要帮我们甩他。走走走走，那我们就赶快走了。来来来。高山峰说不出口感，居然遭众人追打。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到顶点头就。我也要吃，好辣吗？不然你打我好了。那，你打还上？服务员，他有住好的地方才会打。哎，搞不好那个是。在你家呀？谁呀？所以你现在可以帮我们去掉一个，对吧？那怎么去？你要帮我们甩它。走走走走，那我们就赶快走了。来来来，这样可以的吗？对对，两只手。要多长？就短，再长一点，然后左手扳这边。我知道啊，就这样吗？甩上去。这谁不会呢？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教吗？瓜哥，这样谁不会？讲得很满喽。因为忙不等人哦。这个太快哦。而且你出息不一样。我也不等他。说十下不落地。十下不落地。好，来开始。一，开始。一算三了啦，四，这不简单是五，可以拉长一点。你刚刚又说不要长，六，看我快过关了就拉长，要这么长哦，七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说啊，要我们比赛，九，你让我们师傅连往哪放，瓜哥把它弄个地上啊，这谁不会呢？哎呦。我们刚刚算通过测验的吧？对。那你这样子，你帮我们删掉一个不是第一名的产品，然后我们来慢慢选。不是第一名的。你拿掉一个。好，这个。啊，那个不是啊。那个不是。那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这个的。啊。比较不一样，有喜气。有望有喜的。哦。你有写的。我觉得是这一个哦。我也觉得是这个。两票对一票，我们有少数服从多数，所以我们最后决定是这个糖，这个名字叫什么？黑加仑。黑加仑是第一名，我们决定。我们决定了黑加仑是第一名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解答是黑加仑。怎么会是这个呢？因为它这个口味对台湾人来讲比较可以接受，因为女孩子很多都是人手一包这种的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谢谢。在我们去下个点之前，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，请看这里。你这个介绍好，台湾好伴手，太棒了耶！到了这个地方，哎，你看这叫好伴手，所有的欧米亚给，欧米亚给自用两箱，从北到南，所有的农产品特产。都在这个空间里面都可以买到吃的。好，那我要买金门菜大奥康哥，你又非要讲一个？对啊，完全不在里面的。哎，我可以买很多东西，买米，而且这边已经煮饭、煮菜，什么都有，什么东西都有吗？我们进去里面慢慢参观。哦，真的吗？还有试吃，走。太澎湃了！对啊，这是什么？它是在封闭箱用米做的凤梨酥。厚壁的米，对，做表皮做成的凤梨酥。对，那平常人家都用什么做？平常都用面粉。面粉一般都是面粉啊。
内馅是用冬瓜或萝卜在做内馅。哦，来这个来，那个成本较低了，但是我们有比较高级路线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宜兰的，对，宜兰三星，宜兰三星最有会。三星什么最有名呢？三星葱啊，这是什么？青葱，那个葱明饼，让你吃的又聪明又美丽。好香哦！是，来可以试试看哦。真的很香哎，好香哦，有香味，这是我们那个优质的青葱去做成的。葱饼我已经吃过了，康哥，但是这个葱饼啊，宜兰三星葱做出来的葱饼，那个味道是通到鼻子里面来的，对，让你口齿留香。好好吃哦，很厉害耶！再来一个，真的好好吃哦。哎，农产品没有想到是这样子哎，把它改良成这样子，而且全国各地都有。谢谢，这个是台南厚地，还有宜兰三星。哎，这个是哪里？这个是咖啡，来。什么咖啡？在哪里产的？这个台东的咖啡，在地咖啡，豆豆子叫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嗨，谁说喝咖啡一定要喝国外？对呀，要喝我们叫喝我们台湾台东产的。对，还有这个豆子，你也可以吃一颗看看。豆子还可以吃啊？不一样的哦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吗？好好喝哎，你要是黑咖啡不苦哎，是豆子啊？对呀，你吃一颗看看。我吃了只有一碗，你还没有干过那么大杯。对呀，你对呀，可以啊。哎，好香哎！哎，对啊，这是超香的啊，就是不一样的，特别在哪里？对，这个特别哦，这个是猫混咖啡，台东麝香猫，我知道了，果子狸咖啡，猫粪，白鱼，就是说果子狸把咖啡豆吃下去，对，再榨出来，对，然后你们再拿出来提炼，哎，但是这个是体外热发酵，这个是安全，这个是工业研究院哈，他把它萃取四亿菌。去发酵的，就是这个的。哎啊，这个是体内的，这个是拉出来的。还要怎么吃？对，这个还要烘焙过，不能吃啊。这个现在是不能吃的。对对对。所以刚才各位吃的是安全的，哦，是体外发酵，这个是体内的，是像我们能吃的拉出来的珍珠一样。哦，这个也是很恐怖的啊。谢谢谢谢。但是这个咖啡真的很好喝。谢谢谢谢。台东的啊，猪肉的啊。哎，各位介绍是我们大甲的芋片，还有芋头条。芋头条。对，那。大甲是出芋头吗？对，大甲最有名就是白米还有芋头。嗯哦，这是用我们在地产销班所产的芋头，对，所制作的香芋片。哎呦，那里头是很特别。对，然后就好吃哎，盐酥芋头。国外是马铃薯片，对啊，台中大甲就用芋头来做薯片。对，那本身它的热量是白米的九成，然后纤维是白米的四倍。那就多吃一点，对对对，比白米不胖，然后那怎么好意思？纤维又多，它的膳食纤维。嗯，可以顺便减肥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又来，又蓝莓酒。所以你比较了解我，早拿出来嘛，蓝莓酒来喝一点。那水果盘顺便一下，蓝莓酒哎，嗯，咱们哪里啊？水果盘。干杯。干杯。自己种的蓝莓，你们也闻一下再喝好不好？哪来是真的干呐？我们来推荐，不是来买醉。完了，好香哦，好香的，好浓的那个蓝莓的味道。哎，这酒很厉害耶！这酒啊，很香甜甜的。哎，妹妹，那这个蓝莓酒是从哪里来的？台湾的雪霸，国家公园的雪霸农场。哦，雪霸农场现在有做这个？有，国家公园里面的农场的蓝莓做成蓝莓酒。接下来这个是？这是蓝莓果酱。蓝莓酱，哦。哎呦，好厉害！我觉得我们农产品发展的好好哦。我刚开始以为今天是直接买生鲜的那种农产品，结果不是，他都把你做成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台湾农产品不管生鲜也好，加工也好，在世界上都有名的。就是我们台湾的水果啊，米啊，我跟你讲，绝对是一等一高级，农业人士很多，连国家公园都有农产品。这什么？什么？李香的梅。梅子对身体很好。哦，很酸是不是？还是很辣，还是很甜，还是很咸，还是他怎么了？他到底怎么了？对，不知道。他突然抽出名牌了吗？而且他整个脸都变色了。哇，这衣服太大口是不是？啊，小口一点，小口。他整个突然变大了。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头皮都发红了耶。换我，换我。现在是怎样啊？讲不出话来。哦。哦。我怎么不缺呀？我主角。我不要，嘴巴闭起来，他们录出来。啊，你现在在？你讲我，你讲我。哦，哦，哎，这个很酷，这
然后等到现在我那个口水还一直流，口水还分泌过多。对，我觉得你还口水在讲话，很明显。其实我以前都是直接在讲话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已经看你们要这样的，我是瞎子啊，我还吃。沾一点，沾一点，沾一点，真的沾一点。可是这正常不是这样吃，对不对？可以直接吃，然后大家吃成这样这样。来，你先吃，预备。就这样而已。对，去用力，勇敢，勇敢。不要不要不要面对镜头，面对镜头，是不是很想哭？口水流下来，对不对？还讲我嘞？你怎么含着一口水啊？喂，你哭什么？我是在一直吸水，弄得真的后劲好强哦，后劲好强，还在哦。哎，我没有吃过酸吃到流汗，不是？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东西弄得这么浓稠，这么的酸。其实它不是酸性，它是碱性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它是吃下去，对我们就是调整我们的身体是。酸碱体。哎呦喂。就可以帮助消化。那一天要吃多大的量？一匙哎。三四匙。那你叫我一，你现在吃一口。没没没没没没，康哥。你吃一口，你吃一口，快点。吃，换你吃，快点，赶紧吃。吃大口一点，快点。你不要忍，你不要忍，哪有？你不要忍，怎么会有人卖自己受不了的东西啊？反正这个吃下去对你的身体是一定好的，对对对，让你的身体酸碱中和啊。虽然说口感比较强烈一点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南投水果。来看手里，哎呦，这样子哦，哇，好好，我看手里，你看这里，你看。还有古坑咖啡，还有伴手礼哦，两的，对不对？太棒了！所以呢，给各位介绍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你不用全省跑透透，在这个地方，你一次就可以把我们全省最优质的农产品跟农产的加工品，通通吃得到、买得到。欢迎大家一起来玩，好不好？我要订购，可以先订购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台湾太热情，太热情，而且真棒，真好，真好，我觉得很台湾的骄傲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家就是红豆食府了。哎呦，这是我们 top ten 其中的一家。谢谢。一百多道菜，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请出主厨来，我们就很难决定。哎，左宗棠看到的重量级人物到底是谁呢？左宗棠居然未老先衰，连菜名都记不住，还被众人狂打。是什么？为什么？这道菜叫什么名字？好，那我们就来。想不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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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不出来。一百多道菜，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请出主厨来，我们就很难决定。对。你好，你好，是谁先受伤？是他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罗安姐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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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么一百多道菜呢，我们来选其中一样菜，我们还是要请主厨酱好不好？你给我们推荐三道菜，我们从三道菜里面来选会比较容易。第一道是我们的绍兴金醉鸡，它在煮鸡的过程当中要抓拿捏好时间，很难哎哦，这就是主厨厉害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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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我们这边最清爽的豌豆和虾仁。豆是豆，虾是虾。妈，这个什么？这是什么评论啊？这个这边来宾还是需要筛选。小卖店。你说你说。好清爽。有没有吃到一点点？高汤的味道，有打卤鸡的味道，而且那个豌豆那个爆香感觉真的很正。心太软，真的。研究一下这个。这什么研究？这个是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是我们的一种特殊的粉团，手工，是手工做的。对，哦，这是功夫菜哦。哇，你真的这样？吃吃看。哦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那个枣香好好好香哦！嗯，来蒋蒋老板，太久，来，哎，这很好吃，是很好吃，很好吃到顶点头就。我也要，这个好玩哦，好玩哦，好吃到顶点，好，太好啦！接下来换人讲口感啦。
我刚刚已经讲过，这一吃下去那个面团的 Q 劲，带着它那个枣子的天然的香味，整个结合在一起，不愧是一道非常精致的功夫菜。学到没有？好啊，漂亮，你真的是。那你讲一个。等一下，不是。心态软。刚刚已经讲得很好了耶。没，心态。你表现的讲的已经。心态软件，预备，好不好？你总是心太软。哎。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吃掉。本来前面唱歌我就想说算了，你后面那个，我的天哪！我这是高音的部分呢、啊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桂花糖莲哦，这个挺有名的呢。来，讲后感。还没吃啊！我还没有吃。吃，师傅啊，喂，快点吃。哎，我这样压力很大哎。等一下，桂花糖莲藕呢？它这个莲藕呢，稍微有那个酱油包好了。啊，到底什么？你要讲？我能打吗？你打快上！服务员，你打得很用力耶。他有助好的力量才会打，你好棒。来，我们还是需要我们的师傅给我们一个提示。是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我们随便讲讲、随便弄弄就提示的话呢，就表示这个师傅太随便了吗？太随便了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就请那个高山峰今天在那边为我们裸奔。哦，不用裸奔，裸奔的后面还有人追着打，是不是？对，来，这样对收视率不好。来，师傅，你觉得我们要来一个怎么样一个竞赛才会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？不是标准答案，提示嘛，标准答案。来，我们跟三位来宾来一个互动。嗯，哦，剥番茄，剥番茄，这需要一个手很巧的喽。是的。啊，你的手最近还可以吗？我整个人都不太巧。但你会剥番茄吗？你除了剥女人的衣服之外，你会剥番茄吗？剥香蕉的话我是 OK 啦，但是番茄我真的没有这个。对啊，你这个下辈子，哎，搞不好到底是翻你班啊？谁呀？来，我们请那个压力很大。番茄很难剥哎。这个吴美眉，这个刚刚那个心情非常不好的吴思涵小姐，好不好？高山峰，我们计时十秒钟，看谁快，好不好？高山峰播了哈，哎，三十秒时间，三十秒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加油加油，为了得到提示，加油。哦，好。哦，糟糕，卡住了。啊！加油！时间。我还以为可以练单手播，就过了十五秒了。十、九、哎呦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几颗？八颗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你一二三四，里面才四颗。怎么会才四颗？不对，完全不对。啊，不对吗？怎么样？这一盘才是高山峰的，那一盘才是妹妹的。你是在哪里？你播得慢，你还撒谎、诈欺、骗人。来来，等一下，好好擦个手，他应该出手打他，两手一起打他。对，他偷你的。要跳起来打。对，上。哇 ！OK， 好，可以，好。因为我们五加四九颗嘛，略胜八，你多一颗。对，好的，来，好吧。请问。是甜还是吃太饱了？是不是？你这饱的困，饿的呆啊！是。你太慢。好，三连发。请问这道菜是甜的还是咸的？咸的。所以心太软，已经被剔除了。我刚才以为是这一道。其实我觉得从康哥身上我已经看出一点端倪了。嗯，他虽然是男儿身，但是是女儿心。你骨子里就是一个 OL。哪里看？真的，我觉得他这么喜欢吃这个菜，哎，而且大男生哦，大男人还喜欢吃这个青蔬，何况女生？好像也是。一般男生不喜欢吃肉，但是用这个时候去夹醉鸡，不用。来不及了。你想吃醉鸡，你自己说就好，你不要混淆大家视听。我觉得一道青菜可以做到连男生都喜欢吃啊，想必那些女生是会爱死。我刚开始就已经知道是什么这一道，为什么？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？Oh my god！
真的，这时候来这一季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。想不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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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不出来。好了，我们三个都一致认为了。对，我们认为这道，因为最近其实这道菜叫做豌豆和虾仁。为了庆祝，我必须再补一口。再补一口。那我要确定答案喽。嗨，你确定？你确定？这道菜是今天的 top one。可是刚刚我们吃过的五道菜，包括这个蜜汁番茄，对，真的都是极品中的极品，大家一定要试试看。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要吃这道菜，真的太正点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往下一站去了。太厉害，谢谢师傅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这里特别的地方，年轻人呢现在不博爱莫讲，我们呢直接用摸的，摸的。最直接的方式，要摸的，这么想摸哪摸哪里，摸脸颊可以啊，不喜欢还可以换啊，真的，我们还可以给您改，什么是好的地方，想摸哪里就摸哪里。那怎么，先回去吧。对，其实没关系，一起进来，这个价钱又便宜，跟我开开眼界，到时候不要乱讲哈。好，这是他带我们店，不要乱讲，就是你都可以来的。哇，这么好的店还可以摸，不满意还可以换，可以换，可以换。不当艺人的高山峰，最适合的职业居然是认真一点。我认真，我认真的播讲。你要用心，心，爱，love。你看，你看，请问你是法医吗？这只瞎子的死因有点可疑。您这什么地方？我们这是猫酒餐厅，这不是喝酒的地方吗？这里是餐厅。餐厅？这其实那不是餐厅。高层，你们为你们解释一下，触碰式可以摸，这真的是触碰式的啊？真的吗？不喜欢也可以换啊。摸哪里？摸哪里？请问一下，老板，我们的菜单在哪里？对啊。也没有看到。哦。这个是我们食物的地份。就是他们，你出来了。哦。白酒蛤蜊面。不喜欢这口味是不是？嗯。还可以给您改。哦。变这个。松饼。哦，所以你说什么触碰是不满意可以换，随便你摸摸这个东西啊？瓜哥，我们节目有尺度的，是害我高兴一下。一向有健康的形象。哎呦，哦，帅哥，吴尊，这吴尊嘛，飞轮海对不对？飞轮海对不对？瓜哥20年前照片了。哎呦，吴尊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而且桌面还可以这样子啊，可以自己设计啊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而且可以玩游戏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会飞走。你按哪一只蝴蝶，它就会飞。这边这边飞了。会。真的会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就不会了。会了，所以我们这家店不得了，将来年轻人最爱，都是年轻人来这边。确实，老人家来也不会用这个。其实可以，这也很新鲜呢。不是我算年轻人。简单可以学。我算年轻人，你干嘛强调我是年轻人？是，你是，对，跟得上时代的好青年。我们除了看这个的话，当然我来欣赏美食啊。是的，对的。既然来这边不是光漂亮不好吃，谁会来啊？对啊，要花钱的，也不开玩笑。介绍你们最好吃的东西出来啊。没问题。好，请稍等。我们来吃吃看。其实餐厅除了装潢啊，吃最重要了。白酒蛤蜊面，看它的白酱调的好不好。我最喜欢吃意大利面了，所以我一定知道它做好。啊，味道很浓。哇，有没有酱料非常入味，非常浓郁。焗饭就是烤的意思。海鲜饭是西班牙的很有名嘛？这是哪里的海？其实意大利餐厅几乎都会有像这样子海鲜焗饭，然后 cheese 放在上面烤出来，跟饭融入在一起。能尝看，这应该先漱个口，先漱个口。哇，我第一口就吃到虾仁。你不爱吃啊？我好喜欢吃虾仁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好浓的那个味道，其实。真的吗？哦，不过很好吃哦。真的很好吃。好浓郁。哎，他做的真的是蛮道地的，平常跟你讲。哎，你看那虾仁哦。哦，好大一个。很大哎，确实。这黑灵怪怪的。哇，好烫。但很正点。非常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虾子有新鲜。为你们介绍的这一道菜叫做松饼，草莓松饼。这上面都糖粉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，但它这次配的用冰淇淋来代替奶油。哦，对，奶油有吃的胀气，冰淇淋也会。哇，只不过甜的彻底。哎呦！哎，懂得吃甜点的人才懂得享受。真的，我没有吃松饼，就习惯。好像吃串烧，把三个串在一起。刚刚烫死这个，该不会冰死吧？好冰哦，好冰哦，真的。哎，光哥，那我的这个松饼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4公分厚。这个对，没错，松饼做的不错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它只我会吃到松饼的第一个味道比较重，第二个草莓，草莓，第三个才能接触冰淇淋。哇，这样我们先不要浪费我们的权利，
好。老板，你应该自动去掉一个让我们猜。对啊，去掉一个啊。对，年轻人，对不对？不行，这要过我们的关卡，我才能够给你们提示。来来来，我们去看看，来考什么？考什么？考什么？你要考我们什么？喝酒啊，一人一杯啊，这么多杯。那我你一杯，他一杯就得划拳啊。对，这什么酒啊？这个是151，它是莱姆酒。莱姆酒，那还好，不太会醉嘛。那怎么喝呢？酒精浓度75.5啊。75。那你现在几点叫我们比赛喝酒还可以吗？当然不是叫你们比赛喝酒。那你考验什么？考验让你们敲一个动作，然后让它全部都掉下去。啊？怎么？那桌子翻掉就好，比较快一点的。要掉到杯子里去啊！你说掉潜水艇啊？对。那这什么呢？这个下面是苹果西达。我们做得到就算过关的。对，来来，你坐，来准备好了，看他怎么敲。那你来敲，我来敲。瓜哥，你来好。你来好了，失败了你自己要喝哈。哎呀，就这样敲，有力道的关系吗？什么？太大也不行，对不对？轻一点啊。好来，我要准备敲喽。一，加油。三，加油。耶！哎，我们算成功了吧？成功，成功了。好，成功之后三道菜就自动要去除一个。啊，怎么又是我？已经不烫了，已经不烫了。竟然是西班牙海鲜炖饭。那还要猜什么呢？嗯，当然是那个啦。下午茶，女孩子聊天要甜点啊。白酒，那投票嘛，现在三票了，最好了。白酒蛤蜊的，请举手。我本来想选它了，但是被你们讲4公分，我投给松饼。我也是投给松饼。那就2-1了，你不用想了。你投给冰水好了啦，多喝点啊。你也不用想2-1，我们是明。好啦，我觉得两个都很。最后，好了，判定是双饼，双饼一定是他第一名的东西，绝对是他。老板，请揭晓你的答案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. Yes. 太精准了，确实太厉害。因为后来想到这个蛤蜊面真的很多人，他再怎么入味呢，人家不会太介意。这个女生碰到这个4公分、3公分很介意，通常都尖叫了。可以加冰淇淋才重点呢，一般来傻傻的吃完了不加。这一次你们看了节目之后，记得要加，加冰淇淋找他。对对，因为你这不加冰淇淋怎么吃呢？对，你吃完冰淇淋呢，可以再加草莓。草莓如果吃完的，松饼吃完可以再加松饼。草莓可能没办法啊，草莓没办法，松饼也不能加。松饼吃完加松饼也没办法，不要走好了。全家人都吃松饼就好。也，所以是松饼第一名。经过两队的努力之后，目前呱呱队以及小康队都以猜对三家 Top One 的成绩平分秋色。眼看时间就要到了，到底谁能够猜到最后一家的正确答案，赢得30,000块的奖金呢？并且为自己的胜利再下一城呢？剩最后一个点了，最后一个。但是你怎么，你有饱胀的感觉吗？非常有，我完全觉得刚开胃，可以开始好好的大吃一顿了。女人都是这样，真会吃。开了就一般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呢，这个非常有名的一家烧烤店，喜欢吃烧烤吧？非常喜欢。开玩笑，你在日本念过书，一定喜欢吃的啦。走吧，进去吧，逛逛北京。谁谁谁？谁谁谁？谁谁谁？那怎么好意思？谢谢，女性恩礼，好感动哦！你看他这边吃饭的这样子，烂东西，每一个人都是 VIP 的享受，对不对？刚刚有没有？有，他们也有哎，而且这边啊，狗腿啦。然后来，因为他们都跟我们聊天，好像自己家人一样，跟朋友一样。男人不是人呐！我拿着，帮我拿着，我们这边好好聊一下。你们点了好多菜哦，对不对？这种很好吃，松板猪什么都有，而且好好吃。这边东西真的烧得真好，而且他们好亲切。好啦啦，这个是完全为女性在服务的一个店。OK， 我们都尊重女性，而且这边你看，哦呦，每一个这个服务人员帅成这样子，干真的每一个都是型男哦，每一个不同型。烧烤就烧烤，化什么妆呢？奇怪了，既然对，今天呢，我们看到后面有和牛蒜郎、达拉斯顶级冷藏菲力、圆圈鲑鱼、冰岛原雪，这个是特别推荐的菜。对，店里面特别推荐的。是。我们呢，今天因为来到现场嘛，对不对？那刚好我们也有三道菜。对。然后呢，可能要让三位来宾来猜一下，哪一道菜是我们店里面最受欢迎的？哎，牛舌。主角到了，牛舌。主角。你看，这个就是风靡我们台北市女性最喜欢的料理，牛舌不用翻面，烤一面就可以了，差不多呢，4到5分熟就可以吃了。真的？对。如果味道太重或太淡，跟我们说一下，好，我重新帮你做个调整。
但是呢，我们重点就是说，我们尽量不要吃完之后才跟我们讲，吃第一片的时候跟我们讲，是可以换的。我懂，我懂，太好了。五分钟，好，五分钟，好的。谢谢。我们当然是以女性为主啊，所以女性先来。哦，好，这样我比较黏，所以他先给我。对对对对对。可以沾一点柠檬汁。沾点柠檬。好，可以沾点柠檬汁。哇，哎呦！哎，阿妹老师，要命！阿志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味道咸吗？好好吃哦。好好吃的吧？很嫩，很嫩，鲜之不味，而且它烤那个恰到好处，不会太老。像有的牛舌很可怕，烤久了以后就变得哇好硬，很易晃干掉。它刚刚这个火候的一个控制，非常的正。对，接下来呢，你是介绍我们店里面蛮受欢迎的料理。哎，哦，它叫达拉斯，那它本身呢是采于牛的去骨的小白的部位。那我们实际上呢，只要稍微涂一下蒜泥，把那个蒜泥跟麻油啊，然后重点撒盐，要蒜。撒盐要帅，有没有像下雪一般的感觉？真的像下雪一般的感觉。哇，这个哇，这个冒盐巴的，看到你们很开心哦。哇，你们这样毛起来，这样撒盐巴，我的老天啊！对啊，哇，这个牛肉就这样，女孩一看到就觉得我们男人的本色拿出来，就叫出来了，真的。叫什么？太好吃了，类似这样子。那这个烤法的话呢，也是重点，我们呢要烤六个面，有点的黄金的微焦就可以吃了。哦，每一面，对，每个面烤到有点变色，黄金的微焦，然后还有一点呢，我们要放点心跟爱在里面。心跟爱，这样 hot and love， hot and love， hot and love， 才会感受到。哦，有。在我们咬下去那一刹那，你会感受到酱爆。酱爆牛肉就是这样子，肉欲横啊，不是肉汁横流，哇！预备，达拉斯，达拉斯来，我敬你啊！嗯，好有咬劲，谢谢，因为咬到那个牙齿咬到这样，咻咻，对，对不对？两颊两颊的肌肉还有点酸痛，嗯，还没有来说，有劲，加油！请问一下，这梅子火锅是？他们为什么要一直这样鬼吼鬼叫？这个最主要的是，这不是鬼吼鬼叫，哎，说人家鬼吼鬼叫呢？你可以先出去啊！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要乱叫？还是一样？对，我听不懂，这有什么意义在里面？实际上我们在喊的时候呢，都是以日文为主啊。是啊，是啊，然后来拜嘞，拜拜。啊，感觉是很热闹哎。但说真的，听不懂的人会以为是在鬼吼鬼叫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牛舌达拉斯都吃过了，是，对，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道菜呢，叫做牛肉条。哦，谢谢。来，哇，东鹏，很享受，你看吃也要讲究，这感觉。这时候再不服务，我们就弱掉了。我知道，刚刚都没有这种服务，现在到这个点，我才有这样子。假装对他好一点。假装这两个字很大声，你听得到哈。好，刚刚这个三道菜吃下来以后呢，因为太难猜，每一项都好吃。对，好，然后现在呢，你要跟我们来个游戏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们呢有一个小游戏，对，我们称它叫做夹子华丽剥虾法。小康能不能成功挑战华丽夹子剥虾法呢？好，刚刚这个三道菜吃下来以后呢，因为太难猜，每一项都好吃。对，好，然后现在呢，你要跟我们来个游戏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们呢有一个小游戏，对，我们称它叫做夹子华丽剥虾法。哦，在这个虾子还半生不熟的时候，就要开始剥开它的外衣了。这个女孩子如果是女孩子看到一个男生这样子帮她剥虾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太加分了。好了，愿意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挑战华丽剥虾法，来，观众来，预备 ，start。你认真一点，我认真，我认真来剥虾。你要用心，心，爱，爱 ，love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妈，哎呦，很烫，很烫，是不是好看？你刚，很烫，他是剥的，你看多优雅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他还要稍微有点耐热的那个功力耶，不是随便就那个。等于那夹子开始会烫起来，对，所以你不能剥很久。你是法医吗？这只虾子的死因有点可疑。对呀，你在验尸啊？我觉得我已经把虾子最美味的那个时刻弄死掉。我好怕你把它剥烂。哦，好烫，好烫。哎，虾子该焦的也焦，该烂也烂，你还要在它花了我以前，我一定会把它搞定。好，可以。啊，哎，太棒了！
我们刚刚那个你刚播的是一百分的话，嗯，他这样播，我想算了，等一下68分，他六十八会不会害我们拿不到提示啊？不会啊，哎、欸，不会啊，第一次播能拿68分，所以可以了。我冒着对啊，又要喷到人，又要手发烫，对对，难过的。我们又不专业，我们不专业，但是他们是胡同这边的那个兄弟们都很屌。对，嗯，真的真的，哇，你真的讲出一个人话，终于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人啊，现实，一听老板在，马上讲话就不一样，立刻见风转舵，哇，这边的兄弟都很棒啊，谢谢长官。我们认为这三道菜，每道菜受女性的欢迎。我个人是选择牛肋条，牛肋条它不在里面。哎，哒哒，可见我有多么男子气概。欸、我选的太 man 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既然呢，我们今天介绍是女生 OL 都会喜欢来的店，嗯，然后旁边除了我们两个男生之外，其他都是女生哎。我问他们每一个人喜欢吃哪一种就得了。没去。哎，请问一下，牛舌跟达拉斯。达拉斯。牛舌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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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达拉斯。喂。他吃素。他吃素。林子豪。牛舌跟达拉斯。他吃素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觉得选达拉斯就是他了啦。至少今天在场的所有女生都比较喜欢达拉斯。对，公布正确答案。好，1、2、3。耶！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那帮我选牛舌是谁啊？你选牛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你等下跟我一起走啊。那其他你们继续吃啊。再给再给再给。什么东西啊？今天非常开心，正确的，正确的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哎，这边我们要谢谢所有胡同的各位好朋友，哎，在场的女生们，谢谢大家，都非常可爱，你们帮助我们选到最后一道菜，然后我们也这个顺利的选到，得分了，我们赢了，四道菜，猜对了四题，耶！八哥看到窝里反，你看胳膊向外弯，就是他，我来到你是胡同了 ，OK， 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恭喜小康队以4-3的好成绩赢得本周胜利，不过瓜哥队也别气馁，下次速度再加快一点就好喽。下周美味十字军要到哪里寻找美食呢？准时锁定中视就知道喽。958连档，咱们下周见。